这球被打扎实在左半边方向的一个飞球，转眼手在警戒区跳起来，接到了。王威伦精彩 nice play。中间方向要打穿吗？有几手接到了，传一垒，好球好球！这一局两颗的接球哦。这球挤了一下中间方向的一个飞球，这样好球，好球 ，nice play！ 刘子杰，哇，很像穿出来把这个飞球给接杀。哎呦，现场车道160，哦，越来越快。这球打在了左半边方向的一个飞球，这个球出去了，在界内，而且是刚好过墙。这是一发两分炮，哇，大学现在是6-2的领先了，三个出局数就对了。没有功地球，投手传到一垒刺杀了打者，高雄大学拿下了公开二级的冠军。哇，这球打出去，野手接到，这是要比速度，哇哦！out 一垒这边防守是比较快呀、啊，用滑垒的方式踩一垒。哇，这个守备精彩！哇哦，挤到这个球，投手下丘自己来处理，转身传一垒，完成了刺杀三人出局。美和科大最终吴家凯在今天9局完投9次三振。哎呀，出棒了！滚地球。二垒手接到传向一垒，完成刺杀，最终是有119球来完投了这一场的比赛哦。啊，这球还是一样。哦，陈俊鹏怒喊一声，哇，这样对手三振出局，结束了南华大学8局上半的进攻。感觉出去飞球。在中右位方向有没有办法追到，没有办法球落地，那一垒跑者也要滑回本垒 safe， 跑者趁传到三垒啊，第一球马上做出了攻击，有接到吗？哦，有哦，三垒神做出了出局的手势，切高起来，这个球也上空，二垒手来处理没问题，稳稳抓下了第三个出局数，结束了这一场的比赛，并且李崇仪拿到了5-4完投完封胜，压到滚动比较缓慢，三垒手往前来处理，赶快传往一垒，来得及 ，nice play， 哇，精彩的美记手背，继续上的是代号 N。这一球打高，在右半边的一个深远的飞球，右外野手往后退，往后退，最后这一球进到了观众席啊，是一发全垒打，戴浩恩扫出了一发阳春炮，帮助国体大再添一分，并且他们3-1领先。积极出棒，打在左半边深远的飞球，欧巴啦，球一路滚到了全垒打墙边，董炳瑞绕过二垒之后往三垒冲，没有问题，是一个三垒安打。非常振奋，我选球滚地球在中线的一个位置，二垒手拦住传一垒 nice play， 哇，这个球最终林奕翔守得漂亮，以上的跑者启动了，这个球往二垒这边来传，接到 take out 出，今天抓两个人，两次的盗垒，两次都被陈世佳抓个正着，这样的你出去，二垒手接到4传6，再传给3 double play。Nice play。打击出去，滚地球打穿了。传越安打。万华石先生的安打，现在垒上的两名跑者，第一名回来，第二名也顺利的回到本垒得分。这是一支2分打点的安打。挥棒落空。最终遭到了三振出局，这是个再见三振，拉回来打在三游间穿了出去，形成了安打，二垒上林奕翔绕过三垒之后要回来本垒抓到，抓到左外野手，台东大学的林奕翔精彩的一个助杀了，野跑者启动了，这个球在往三垒这边 take， 这个内野联防漂亮，
胜球。嗯哼。哇！威风落空，三振形成一个人体电风扇。哇！再见三振哦。我们也恭喜北师大这边拿下了胜利哦。中外野方向的飞球，中外野手小雷学长接到了这颗飞球。东吴大学在松永和明完投的情况下呢，是以12-8来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，恭喜他们获得了队史的首冠。十局下半，这个球投手接到传二垒这边来，再往一垒送，大包 play， 双方平手，进入到第11局的延长。滚地球，一垒这边踩，然后回传过来，哎呦，出现失误，两个这样子，两个要回来，没有了，哇，这个后半段 PK 哦，全部都是分数都跟失误有关系了哦。台湾体大最终是重返了荣耀，拿到了今天的冠军。